爸，我真正无要摆着单家尊严的意思啦，我只想要求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啊！我嘛是单家的子孙啊，我若发展了好，嘛是单家的公爷啊，敢不是？爸，这个请你原谅我好不？我以后绝对唔敢啦！是嘛？跟我公爷啊，你就是欺贪念，你才无甲我甲恁老母。够胆敢比来看敌干呐！你怎么想要当做刘伟？我直接啦，直接针对你手。爸，爸，你受激动啊！我今日回来请管啦，来来来，先生，先生。妈，妈，爸，要跟我讲个讲话等下呢，你赶紧啦，替我甲爸小求情一下啦，好不好？伊哦对我误会真深嘞，我是啥物款的个性，你毋是真了解？赶紧啦，你替我甲爸安搭一个，互伊先消气啦。啊，神你拍过有是错啊，我只是哦一时脚步打岔，以后我一定会改。妈，你来相信我好无啦？你敢真正是我的囝？我已经唔捌你。我原本的这边出来，我心内还阁抱着淡薄仔恩啦，希望我的囝经过这边的代志，伊用个真心忏悔改过自新。不过你敢问？妈，哥就已经死啊！你都干那做我这个后生啊？邓东尼，咱母仔因为误会所来分开，目一年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你够过了好无？你够亲像我同款，爹爹拢会忘掉你，因为思念偷偷在流目屎。你看思念的痛苦，我无想要再重来一届。妈，我拜托你原谅我，别再跟我撒气了，好不？我跟你保证，续落来，我一定好好友好你。总有一天，我一定让你感到骄傲。我拜托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啦？陈同志，你的保证早就无价值了，你知影？假使讲你若真正遐尔要紧亲情，你干嘛目睭金金？我哥就来惊，因为伊的心神的痛苦，因为伊的心神。阿妈都这么想不阿斗蛮回村哦，干妹，啊！卡祖哥，阿来阿娘简单的观念，你给我以后要用什么面去体谅几个人的狗？克军一定会当理解啊！阿强是工厂的唯一继承人嘞，伊老爹你的感觉不是足好的。陈同志，
即马目睭内，都敢那阵权力，甲你遐是不是？你真正无容易啊，兰妮。小雨，小雨，我老公，咱嘛是江北国母的兄弟啊！你看过即马已经走投无路啊，敢讲你真正要把酒金明徛在边啊看啊？你甲江家关的不是真好，那不是因为你哦，无爱替我牵线，我嘛袂用逼到要利用臭香的身世来替我家己争取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啊！无你即马。是要甲你反创哦，塞来我身躯顶哦。先莫讲啦，你今日收回来创哦，是要代表我替你讲话，陈同志。你利用情人，你对于家己的阴谋富贵，这个巴黎平阿姨想相信我，结果你唔知啊。结果你竟然唔知反省，我认为甲你收回来创哦，是无法造成的，你到底是谁啊？陈明宇，你不爱听我讲话，准住煞，无需要你遐三张歪倒。今天，你也得听阿伯对不？你阿妈想听你的话啊，你赶紧哦，替阿伯讲一寡好听话啦，阿妈一定给你这个面子的，真的啦，阿伯就拜托你了，好不好？阿伯，你目睭紧紧看阿青阿兄，因为误会，敢若做对头。你煞心肝这么凶，无甲事实甲阮讲。好，即摆代志变空啊，互人发现啊。你唔呐，无想办法弥补，甚至嘛无忏悔。你即摆，搁对我情绪勒索。对你就失望的。你若是目色好，即马就离开，卖为难大家啦！紧走！紧走！你畜生！你给我放火啦！我是轮回数还是辈分？你拢无资格给我赶走啦！在场每一个人都无想要看到你。你若是无想要和人讲断脚骨，和人轰出去，用皮啊慢慢赶紧出去！走！我不爱啦！爸爸，你敢真正无给我这个机会啊？搞崩溃！搞崩溃啊！你即马给我死出去！恁这牺牲过伊的亲人啊！啊！竟然搞好意思讲我对亲人无情无义啊！啊你嘞，那是讲我对我无同情心啊！这个我出狱以后，我敢有杀人放火？我敢有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啊？你哪会当安尼对我呢？对杀到底！公爽，你欠赵小姐交代。伊应该感谢我才对。若不是因为我认出兰兰，赵小姐我都知伊家己的心事。而且，我的变成通缉犯，拢是伊害的。我无找伊讨，伊已经算是对真大的宽容啊啦。伊给我利用钱是安怎？我嘛算是替伊扛上一个家计啊。就算讲伊生活来袂爽，伊嘛要吞啦。你个鸡毛！我告诉民工，你是咧替扛上家计啊！我带着你去客群的遐听钱，你都无应该用一款方式来对待人家。他讲又是歹去，他也不是真咯。啊，我你所有就你家己的私心，你把酒金金，怪我你家己心生的小家伙。
你是不是想都没想过讲，我一回来就会跟我家的团里笑你？你可知影这东西？我若想到这，我规个心都对狗狗都足痛的。你都袂为着我心痛，你根本就是大细心嘛！聪明仔，你到今麦敢要伤你老母？伊也为着你流偌济目屎，你敢无看的？你今麦敢要一刀接一刀，撩伊的心肝头？你莫活活把人家死，你唔甘愿哟？你呀，若还够一寡良心，你今麦直接甲死罪，另外卖来找我，找你老母，阮当作无生你这囡仔。即个，我只是要靠我家己重新站起。想要靠我家己找出路，是倒的不对啊！你是凭啥叫我妈无爱插啊？凭啥？你是不是竟然是安尼看待我这个老爸啊？之前大家拢放弃你，是谁对你不离不弃，尽全力的支持你？结果我伫你的心内，结论是安尼，遐还无一块好。爸，爸，陈同学，你刚才对来讲啥？就是爸过去，爸伊误会，伤害过你。啊，我爸，伊真全力支持你，弥补你啊。你做我立委啊呢？敢不是？敢还无够？最后，谁自己不知真相？你的人生在这么阴流，算计，是不是无善？陈同学，事实证明，我若决定你的人生，你的人生起起落落，拢是你家己做起来。妈不对，你唔通阁毁掉，大家对你的人生，还阁真好，大家对你以后，唔是让你当作粪扫来糟蹋的。你即马就是想要连手甲毁了掉？我了想要毁掉你，我无了想要伤害你，你别个甲所有的关注都送上给恁老爸，都算我过去，你无做好模范哦，你看，不过你别个讲伊无爱你。因为伊是你的老爸。伊爱我，伊敢真正爱我啊？伊这个人啊，根本就是无血无目屎的。这个人亲情、知性命、重在你无顾正义的人，伊敢真正爱人啊？伊只是看在我这个后生还佫有利用的价值。所以才无放弃我，把我变成伊上理想的工具人啊！等我回利用煞，伊就会趁着即马，把我一脚踢开。陈老师，你有搞我？警告你，即马随家离开，不要讲遐毁掉家己、伤害大家话。对。无唔对，请你离开。既然你嘛感觉大家对你无情无义，咱就莫阁解释啊！请你以后莫阁叫到大家啊！行，我不会啦！你袂当来对待我，阮爸爸拢欠我几十年的亲情，因无资格放弃我这个后生，搁反悔！我真正是无救啊！出去，你跟我出去，我不会，出去，反悔啊！跟我反悔哦！出去，反悔，出去。不出去！哎，蔡妹妹，你袂当霸占阮爸，你嘛无这资格切断我甲阮妈母仔情啊！出去！